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月23日，这是今天第一场播报点评节目啊。新华社头版头条是习近平复信北京交通大学，不是给国内的学生啊，肯尼亚留学生、校友代表。这个很有意思啊，习近平给这个专门给这个留学生来中国留学的这些肯尼亚，黑不溜秋的啊，都是非洲的。为什么要这样？那就是一带一路啊，沿线的啊，搞出一个典型，讲什么呢？中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为在国际上特别孤立哈、联合国正在开会，安理会要谴责中国了，是吧？今年的联合国审议中国人权，就香港提问，国家倍增，聚焦什么呢？这个废国安法。这是法广的文章啊，美国最近也报道了，好多媒体都在报道。所以他现在为什么搞这个名堂，其实就是拉拢这些非洲政要。因为你想，这些国家呀，有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啊，虽然不像中共这样一党专政，但是他那些什么利益集团也非常腐败，只有他们的孩子才能到中国过来读书，是吧？中共是搞这个感情投资，因为这些人年轻人都是。身体特别强壮，就是食欲、性欲都超旺。来到中国是免费提供这个衣食住行，宿舍也是免费的，这个学费也全免，奖学金也有啊，而且还给你准备女朋友，女朋友给你准备男朋友。那从中国很会搞这东西啊！你想想来考上大学的，怎么样？想不想学英语啊？辅导员、党支部书记找你谈话了是吧？想啊，给予配备一个专门老师。还不要钱呢，和你一起，咱认识认识。这些小女孩一看，从乡下来的，一看，技术也发达，是吧？阳刚之气也强，从那方面更强，是吧？所以这点，中共很会利用这些东西，我跟你讲。然后再去忽悠这，通过这些孩子们回家，是吧？放假回家呀，他爸爸都问到中国怎么样？好啊，中国太好了，习近平领导的，富得不得了啊！什么都免费啊，高档的这个公寓、宿舍里面什么都有，冰箱、彩电，那应有尽有啊，还有女伴儿。哎呀，他爸爸一听，蹦高了。你看，然后联合国一投票，一边投票给中共，是吧？你看他就搞这个名堂啊。为什么今天忽悠这些东西？就是因为这一个重要的事儿，那就是联合国啊。今天好几篇文章啊，你看他这个联合国审议啊。就关于国安法事，还有黎智英这个案件，中国就搞叫国家战略，什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啊，那共同腐败啊，国内老百姓什么呢？你想老百姓孩子们上学，说心里话，那就是父母真是省吃俭用啊，我是知道啊，有很多家长，你说真是，就这么一个小孩望子成龙啊，送去读大学很不容易。这个习近平这个政策就是吃里扒外，舍近求远，是吧？体现所谓的大国叫战略，这真是匪夷所思。越整个社会矛盾越深哈、啊！你看这一两天，发生了很多这个突发事件的、啊，看中国网站发表的最多，图文并茂啊！云南山体滑坡致20人遇难，24人失联。你看老百姓住那房子破房子啊，在那个山根底下。那真是摇摇欲坠呀、啊，跟窝棚一样，狗窝都不如。哎，他又无私，他有钱就哄这些肯尼亚留学生，他也好意思。啊，今天还有新疆凌晨7.1级大地震呐、啊，3死5伤，6小时内震了40余次，这7级那相当厉害啊。那么这一震，有的时候震出原形来，因为那个有房屋啊，这个豆腐渣工程，有的那就是窝棚，你窝棚一震不就倒了吗？啊。到时候又好掩盖这些真相，还有这个社会新闻也很多，昨天也讲到了啊，河南烧死13名小学生，把小学生锁在这个房子里面，那个破房也是那破房啊，也一样。还有山东粮库大爆炸等等等等，现在你看国内的情况啊，非常的严峻深刻啊。习近平不管，习近平现在就感觉良好啊，觉得形势这也一片大好啊。这个马上就要统治全世界了，这习近平生活在幻想当中了。你看今天美国最近有一题讲什么呢？垃圾书啊，这个充电宝日历
从日历到充电宝，习近平思想无处不在。习近平已经成为了什么呢？中国最高产的作家，叫习近平，无处不在的习思想，以及中国式优雅腐败，把这腐败成优雅腐败。这习近平底下就一匹马屁型的印这些书啊，太高产了，每天都在写作。习近平这稿费呼呼往里进呐。等到下一场再跟你们讲讲国际舞台上的事儿哈。先来看看新华社没完第二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人，因为来自世界工厂已经不存在了，是吧？外商纷纷撤资，那么供应链、生产链都转移走了，都东南亚去了，是吧？经济上特别萧条，工厂的倒闭，职工失业。他在菜鸟领导下、李树林领导下，他在这催什么制造业怎么好？说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是立国之本，怎么样？怎么样？18大以来，就是制造业是多么的好，读本分12章，你看，这真是滑稽可笑。我发现啊，这个统治集团，这是个精神不太正常的一群人，就每天生活在幻想当中，既骗人骗自己，骗来骗去自己相信了，是吧？这滑稽可笑。你看第三题是洗脑，昨天讲到了啊，就省部级领导干部，他培养一批嫡系啊，就是大家都洗脑，这都要晨曦帮他搞的啊。那么，如果你不听的话，不顺从，不顺从抓，就害怕。现在中国这些核心层领导啊，各个省市都换成自己的人了，换自己的人还不放心，还要什么呢？掌握大兵呢，就是要戎装常委看着。你看今天这李克强的老巢啊，这个余爱华担任了这个，他是中央候补委员，他长期在安徽工作，但是他应该是属于李克强这个对立面。他不会是李克强嫡系，嫡系他不可能提拔他啊。升的官给这个常委，还不放心，又让一个人叫刘伯温的，叫戎装政委常委，他是军区的政委，山东广饶人，原先是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副政治委员、空军研究院政委等。2023年任现职，就他现在是两个职务，一个是安徽省，他是常委啊。那么同时还是什么呢？还是这个部队的将领，也就是和这个余爱华一起获得提升。你看，他把安徽这个，因为这是李克强老巢，他不放心心里边，说中央批准余爱华，少将刘伯温履新，两人同时履新，就是你经过调查，你在安徽这个地方没有顺从这个李克强，不属于他的派系，行，提拔上来吧。因为这个人也是马屁精，以前长期当宣传部长余爱华，男的余爱华了，然后呢还不放心，找个这个大兵，就代表这个张贡霞真敢枪看着他，是吧？习近平每天就搞这个名堂啊。那个你这边下一题，新华书评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这个都是个大忽悠，都是宣传哈，还要阐述什么习近平文化思想系列论述啊。啊，今天外媒网有一题讲什么？讲这个地方公安抓人呐、啊。如果你批评共产党，判你轻；如果你批评习近平呢，判你重。现在已经颠倒过来了，是吧？以前是你批评个人判的轻，也不行；批评党制度要判你重，他不是了，因为个人崇拜了，是吧？你看今天下一题是李强，李强现在经济上完蛋，崩盘了啊。那么，但是还在这忽悠。你看那个这个小视频啊，我可以让你们听听声音。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1月23号下午主持召开专家、企业家和教科文卫体等领域代表。这个现场情况我大体看了一下，那李强是满面愁容啊，就店小二没什么本事，你说一下进了国务院，他谁都不认识，一直把经济整到今天是吧？你记不记得，就是他当上这个国务院总理之后的这个和这习近平还握手，但是习近平有秘书拎包的啊，据说习近平在浙江说搞女人搞的厉害，搞出孩子了吧？他给怕人闹，给这个孩子整到香港省啊了。你看那个有些自媒体讲的非常详细，在几年前是吧？处理的挺好，习近平对他挺满意的。我相信那秘书不都搞这些东西？领导干部他装起来不敢见面，完了秘书给处理利弊说的，回去汇报，周姐，我处理明明白白，放心吧。原硬件是基本上是吧？你再闹我抓你。要不闹啊，500万啊！
然后企业给你500万大资料拿去玩，说有哪里还行啊，就人气推升，是吧？经常有，你看你到那黑龙江那些城市你去采访，你喝上小酒吧，还是参加一些这个应酬场合，全是这些故事，大同小异。我跟你讲了啊，那么这次李强他搞这汇演呢，请了些专家，明显就是什么东西呢？不像那李克强那时候，你看李克强那时候。请专家学者一开会的时候，那些人都比比划划的，手舞足蹈啊，非常放松。李强这一看，这空气非常沉闷，就顺你啊。我估计他在那坐着，别人在下边看着，肯定想，你说习近平傻到什么程度了？中国的经济还能找这么一个人，也没当过国务院总理，这个国务院系统他都两眼一抹黑，是吧？硬把他挺了这个玩意儿，这个店小二啊！你看今天海外媒体有报道。外媒网友提啊，说李强因为这个动作在国际舞台上彻底搞砸了。是什么动作呢？1月16号，李强在达沃斯世界论坛24年会上演讲的时候，他撒谎，吹嘘中国经济的表现，预计23年经济增长率是5.2%，还超过5%，我这一看就撒谎，对不对？把别人当成傻子了。他称中国最值得信任。说这番言论引起国际专家的质疑，斥责撒谎了。那撒谎也没有办法，你现在所有的权在他手里，就他嘴巴了，是吧？但是他现在苦在哪里？就是这个经济的数据啊，他虽然造假，在国际舞台上一下就看出来了哈。今天海外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个中美的就是目前这种经济形势的比较啊。你看台湾的股市是多少？香港是多少你就知道是吧？美国是多少？你看今天海外媒体都点名了啊，就是外媒网点名讲的很好，叫悲观情绪正四处蔓延啊，讲的就这个事情啊。他说，对中国资本的怀疑正蔓延至股票以外的领域啊。投资者预计，在美联储的鸽派转向一阵新兴市场的时候呢，人民币和中国政府债券。依然不会走出泥潭啊！他说，随着最新数据证实，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仍处于低迷状态，看空中国的情绪进一步加剧啊！他就讲这个事情，自问自答啊，等到下一场，大家接着介绍，因为这是第一场啊，你们不要着急。说习近平这个李强啊，他都赶不上人家李克强的万分之一，但李克强肉体被消灭了，也没办法，你找这个小矮人在这忽悠他，请个。一些所谓专家、企业家，我不知道都干嘛的人啊，什么马海涛啊、李彦宏啊、这个李路明等等，反正都是些肯定是顺从这个习近平和李强说假话，他才让你参加这会是吧？而且会议上都在歌颂习近平，你看啊，会上这些人都在什么吹捧习近平啊，吹捧李强干得怎么好怎么好。这个吴政龙参加座谈会啊，前段时间到达沃斯他没带吴政龙，我估计应该是感冒了。有病哈、啊，这个不至于说是要一走了，好像国务院就政变了，也不像有一些媒体忽悠那样，没那么严重。那肯定是人都是这样，五谷杂粮，经常出事儿嘛。他其实应该报道一下，吴政龙因病缺席达沃斯的，有可能。这达沃斯这次搞得很神秘啊，据说带了1000多个企业家，但一楼是100多个。马云也去了，但是你看官媒报道几乎没有啊，为什么？那就证明很不景气啊！大家去了以后白跑一趟，回来以后空手而归呀，实在是乏善可陈，是吧？自己都不好意思这么撒谎啊！你看现在这个整个经济是这么状态了啊！今天是赵乐际也出来穷嘚瑟了，同吉布提国民议会议长继续会谈，他为什么来？来拿钱是吧？到年底了。年初了，你确定打赢我这个军事基地？因为中国在有一个军事基地，唯一的就是世界军事基地，就吉布提，对不对？再就柬埔寨是半个啊，应该。这个你想跟美国抗衡，怎么抗衡？美国的军事基地呢，遍布全世界，光在这个日本岛，不是我这给你画忽悠，你查一查，我这120个军事基地，你就想想，在日本，就美国有120个啊。赵乐际同吉布提国民议会议长来了，你答应咱这么条件，给你帮你搞一个第一个军事基地，给钱呢？就像老挝这不来要钱了，说抓了卢思贝和李树，这个乔欣欣不能白抓，这乔欣欣成倒霉了啊！他给我发过邮件，
年轻人一点没想到，投到老挝还能被他抓过去，够中国大爪子伸得很长啊，虽远必诛。所以为什么你看我这次坐游轮呢？我就这个墨西哥我就得下去了，我不敢下去。你下共产党，你说有他，我一查他有说好引渡协议，你下去他给你挠住以后说，是20年前北京有个银行被抢了，就是老姜策划的，保证证据都找一大堆。这很有意思啊！说是你看下一题，全国统战部长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个证明什么？现在这个危难的时刻，就是党内外都有一些，包括这个共产党以外的这些一些人，教授、专家、学者多着呢，是吧？大家都脑子啊，都批评习近平，说国家给他那整到今天程度，完了，赶快下去吧，也不是要脸，估计私下都骂，说统战啊。今天统战开会的时候，没有这个胡春华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王沪宁出来，那么强调什么呢？2个维护，4个意识。你看你台湾，你台湾是什么？你要想当官，你自己选就行了，你只要有选票就行，拉拢选票，那个败票。你看韩国瑜扫了一头汗，中国是什么呢？个个吹捧习近平，你说怎么能够避险？怎么去统一？是吧？完全不一样的方向啊！今天这会议非常重要，还有这个石泰峰，石泰峰他是脚踏好几只船呢。有熟悉的人讲说，石泰峰这个人八面玲珑啊，既和胡锦涛关系好，也和习近平关系好啊，李克强关系也还好，就李强关系也可以，就这么一个，陈希也能混好，所以习近平心里相信他不是重臣的，所以就给他这么个工作啊，叫统战，就是 play 啊。你看这个下一题啊。韩正会见习主席，国民议会议长。刚才不讲了赵乐际先生、韩正先生啊？其实韩正要是我当国务院总理，就胜过这个李强一千倍。最起码得打上海忽悠我说，从这个基层领导干部是吧，农场领导干部一直干到这个市长、书记，人家是有经验的。他不用，啊，为什么他是江派啊？说中国现在电线杆领导下一点没有事儿啊！这韩正还不得不上来以后，见到他也在吹捧习近平。你看新华社讲的，2020年12月啊，习近平同这个叫盖埃总统成功会晤，啊，在吉布提来访他，这个在告诉他行，答应你的钱你放心吧，保证给呀，暂时困难一点点，先给一半是吧？这些其实来这些国家，我跟你讲，都是来骗的钱的，骗一点中国老百姓生活苦一点。你看那刚刚讲到那没讲完那云南的山体滑坡，你说滑坡之前，你看今天披露出事实了吧？对吧？就是因为烂材料、烂房，那是煤矿，说煤矿已经把那个山都挖空了啊，打裂了个大缝子，早就有了，老百姓都知道。无视老百姓疾苦，当官都在什么学习协和系，整天讨论怎么尊重习近平，没有关心这个事儿的。那些老百姓也没有办法搬走啊，因为家里太穷了。你说搬到别的地方，连这窝棚房都没有。你说他有这些，这么困难的一个国家，两极分化，他不管，他整天就忽悠人没有用，他就哄那个你丫的黑不溜秋的留学生是吧？你说你这是谁也没有办法撼动他的权力啊，实在是无语啊。眼睁睁看着这中共船就沉没了，是吧？韩正是江派，他没有办法哈。你看下一题是讲这个中国的反恐，这个所谓的这个主义法律制度，就白皮书。其实中国现在还没被美国列为恐怖主义，是吧？这是胡塞被列为，胡塞不是从名单上拿下来，他又给放出去，是吧？因为中美还没彻底翻脸。如果中共打台湾的话，估计美国就要宣布啊，中共那是恐怖主义，到那天可能就彻底就开干了，是吧？这个就差一步，现在就竞争，对吧？还没彻底撕破脸皮，所以金三胖还有利用价值，到那天就不利用金三胖了啊。你看下一题，增加资本市场稳信心，就证明什么呢？资本市场完了，就刚才不讲到这篇文章吗？悲观情绪正在四处蔓延了。现在是中国的经济完蛋了啊！你像胡锡忽悠那股票那样，都无力回天了，就等着赔吧，老胡啊！不过老胡心里有数，赔完以后私下开会的时候，那肯定礼数得收一批，给点稿费，出处给他奖励。这个银行那个银行有的是，是吧？是那有些傻了吧唧的企业，
所谓这个赞成共产党的企业家，那给他个赞助就完了，是吧？他是不会亏。谁要炒股票，现在是入市，谁倒霉啊？你就想这股市2800点，2000多点，等以后就1000，然后就零，然后就没有了。什么股市？大街上还有股市？你看那个乌战争、巴以冲突，哪有股市啊？有没有命都不一定，是吧？你在京城那个豪宅，什么中心城市那种，就愣着当废墟了，是吧？你就想想，人那个核潜艇就放你镇海港，人家飞到你中南海就7分钟，你那个就变成粉末了，它不是尘土就粉末，啥也没有了，对不对？你这形势多么严峻呐！啊，整天在那穷嘚瑟，是吧？就他自己才知道自己多危险啊，所以才能出现现在这种乱局，是吧？连这个沈月月啊，什么胡春华呀、啊，把特使都吼一吼，给个特使干，是吧？那当然，一种原因是快开两会了，需要哄哄他们，别让他们在两会上有鼓动着这个和平党的三点提意见，是吧？你看下一题是全力解读山东农村农业农民啊，这历来是中国就忽略的群体。其实中国农民很多，应该关注农民，但他没有。你看这里用这些数字啊，都是假的数字啊。我过去做记者，我是知道这个东西，那不都是瞎编的？你看。2023年粮食产量多少呢？1398.2亿。我这是文盲的年代，就经常念错啊，就是算不开账，我就这么念了，是吧？你们别笑我，我和习近平一样，我又不上大学读书，说心里话，那不就是文盲吗？是吧？就是宽裕地啊，你看比上年增加了177.6亿，仅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以上，它永远都是形势变大了。我记得那时候毛泽东时代是毛泽东一出来，你要学语文的时候，你表啊说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哈哈，现在这还是一样，也和这一模一样啊，升级版。你看全国脱贫劳动力务工总规模达到3396.96.9万，但是你看看现在找工作多么难，是不是啊？你找不了那工作你就找不着。你看人家美国现在，你只要到美国，你做点事儿，马上就赚钱。我有好几个朋友在那个地方，这个干得很好啊，说是只有在这个自由这个世界里啊，你只要努力就能成功。我前一天我在那个士达堡的偶然遇到一个人，我在闲聊天，他从抚顺来的，他卖什么卖那个就是热带鱼啊，你看那个就观赏鱼呀啊，他跟我讲他说你呀，以后你就到我这看这个东西，这个好玩，他告诉我那个鱼缸里边。还有湖泊、道路、桥梁、建筑，哎呀，全是名牌儿。那里边摆那小东西，我跟你讲，那鱼什么名都有。我跟你讲，很成功干，他说干了7年的啊，原先是在餐馆打工，也很好啊。那这个给我介绍的，那些老外在那买的那些观赏鱼啊，在那个领域的固定的消费群体啊，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普通的这种人移民出来以后他就能成功？他也想。他就是没人管咱嘛，想做点什么做点什么，说太舒服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压力？他说所谓压力就是绑人呗，对不对？那你自己的店你能不绑人吗？是不是啊？这个都有时间可以给你们录制录，给你们看看啊。他还愿意啊，哎，你给我录录放声，我可以多卖点儿，是吧？哎呦，我这个是时事评论的，它不是一个娱乐的那种节目啊。希望大家谅解。你看下边，讲到云南镇雄山体滑坡，这个其实应该放在第一题，对吧？而且李强最起码要亲自赶到现场，像伊门家堡这样，他没有，他不敢，为什么？他怕死，因为什么？这个地方有可能去了山体滑坡，还有余滑，怎么就不要余震了，是吧？那个山体的结构发生变化了，其实就是多年开采，10年20年了，就往死里整，谁管老百姓？掏完那个煤荒。那个黑叫黑金是吧？那个煤还值钱的话就拿走，那些矿主们不着六啊，小孩都送出国留学，他不管山底下的老百姓压不压死，这都政治体制黑暗。我跟你讲，你要在加拿大，你要搞这么东西，你首先得拉上那个这个警戒线是吧？得有警车，你得开采惹麻烦了。我跟你讲，这手续，中共国没有人家管这个事儿哈。你比如说那些小。有钱人去了，比人想更好的地方开采，你就出俩钱买一通大队党支部书记，给他整好了，喝点小酒，钱给他塞上就开采就行了。然后一招呼，有没有干的？那些穷人就说我干，一天就是一个月多少，给2000块钱，蹦高那个就去干了，不管死活啊。
那就是共产党统治下的黑暗。你就看那东西，就知中国是什么社会啊！不要光看北京、上海、天津城市里面弄得花里胡哨的，就是这个两极分化，就被边缘化的人非常多啊。你再看下一题，李鸿忠会见蒙古族党的代表团。李鸿忠就是个马屁精，因为他在深圳做市委书记。广东省当省长的时候，他的那时候就是百亿，谁都知道李百亿嘛，是吧？他钱整的最多，他是李铁英小兄弟啊，过去跟那海城这人混上来的，所以就他生怕习近平等他，就老他就给习近平整了个忠诚，绝对不忠诚。哎，习近平相信了啊，你还有全国人大财经委召开立法联席审议座谈会，因为马上就要开人大政协了。再次划平党，有的时候也能表现老百姓，表达老百姓心声了。哪怕人踢毽就开始忽悠这个东西了啊！还有这个23年最美铁路人先进事迹，就助理雷锋的典型，就傻了吧唧的人给你整个典型上去讲。文化大革命叫活学活用，哈，在这个上面活学活用，简单讲就是神经病，就是神经病讲骗。你看加拿大、美国哪有这种事儿啊？没有人去树立。你看，新村走基层啊，黄土地上的食物，一只羊的科技含量的羊，研究怎么羊在粮食上赚钱，还有这个内蒙古拌菜怎么在东北地区比呀、啊？怎么和东北地区比啊？这都其实都为了搞一些地方经济啊，因为内蒙古有内蒙古的一些民族特色啊。你看这里还有23年脱贫劳动力总人数规模达到3396.9万人呢。到现在为止，其实也没脱贫，就虚假速增了。啊，23年农产品进口再度破圈儿，这讲到农产品现在都是也出口到了全世界了。你看，看着形势好的不得了，那用不着减税，也不用降费，也不用召开座谈会，是吧？那都是骗，实际上啊，数字都含水分。你看，在下一题更吓人，全国首个广东 GDP 首次突破了13万亿。就是广东现在这个经济好的不得了啊，弯腰遍地捡这捡起大金块了。那你看了回来那人讲广东现在生意呢很萧条啊，那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一种虚假宣传啊。后边这些很多我不去一一列举了哈，你包括闽台贸易估过了1.5万亿人，这真是亩产万斤粮啊。只有在反腐败领域里是绝对是这些实力的抓人啊。我们点开。人民日报的网站看有没有新消息啊？一般没有什么新消息啊。它同样的头版头条是习近平父亲给北京大学、交通大学的肯尼亚留学生，这都是1000个媒体就一个强调啊。我们来看看中纪委网站今天抓的人一定是对立派啊，点开你就知道了。现在内斗啊非常激烈啊，掩饰不住啊。其实习近平这个团队比任何的团队都腐败啊，你看。他是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杨磊，呀，这明显李克强老巢还没完，李克强都死了，他不放心啊，还得继续诉。中国人民银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自治区是分部，啊分公司，党委员、副总经理孙健介入调查，那就是刘七宝的人，对不对？因为你官儿这么大的话，那肯定跟省委书记关系好，八成是这样。再是中国联通。原增值，业务部总经理王银佩抓了，那都是江派嘛，那就是这联通嘛，都是他们这个系统江家玩的，是吧？贵州广电传媒集团党委员宋林被送开，这都俞正声的写的，你看，今天在马虎那头啊。等到下一场再和大家播报和分享更多的消息评论。